一个男人要被女人尊敬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啊，所以你应该成为你太太的信仰，这句话有没有道理？一个男人要成为女人的信仰，不然你叫男人吗？哎，这句话就严重了。但是这是你男人该有的风度，一个男人嘛。哦，我孝顺你，你的岳父岳，你孝顺岳父岳母超过你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哎呀，你太太，你太伟大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接受他所有的缺点，因为我是个男人，我就是来爱你的，接受你的，我赚钱你花钱正常。因为你心里你学佛嘛，无量，念一下南无无量光如来，你要多念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别号。这无量光，如果你心量狭小，多念南无无量光如来。如果你爱吵架，念一下南无无对光如来。要讲话之前先念南无无对光如来，不然等一下又要吵架了。要对立，也就是说你每一个动作都请佛加持一下，你每个念头都请佛加持一下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样就可以圆满。好，若不忘昔修福慧，于此真法不能闻。一曾供养诸如来，自能欢喜行此事。阿胶懈怠即懈怠，难行如来微妙法。譬如盲人横出弯，不能开道与他路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，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，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修行三昧悉自在，是故得生持光明，能得到一根清净。游放光明色清净，令见难思诸佛色。清净的色光明啊，就是指着说能见着佛地色身的清净，那是真正清净。色就是五颜六色哈，就一切三法。这个色啊，咱们也以前把这个专指男女关系成色，在佛教都非常广泛的。像红黄蓝白黑也叫色呀，都叫色。光明跟黑暗也叫色呀。
光明能见一些柱色，直到红黄蓝白黑，黑暗里能看得见吗？没有了。说你的见，见就是看问题这个见，咱们以前说的见呢，把它作为眼睛见看什么那个见，这个见不是的了，广泛的见就是你的思维的思想，说你见一切问题，看一些事物的看法。本来是红颜色的，但是你戴这个黑眼镜要再看，不是红的了，是黑的了。对，你戴上有色眼镜，那色就不清净了，眼睛所见的就浑浊了。众生的知见，看问题的看法。什么叫经常讲正知正见？所谓正见者，看问题能见到他的性，离开的相见他的性。这种例如说，我们跟人的交往，别看这个人的外表，外表并不代表他的内心，对，要看他的心。他心里看不着，那你看他所作所为，他以他的行动就把他的这个思想，是有智慧者吗？是愚痴者吗？你就知道了，是这个见啊，这个见。因为我们经常的呀，在佛经上讲见，我们把它如果做通俗的看，但看见那个见，佛经不这样讲。佛经一讲见，大多是讲的知见，知见就是有智慧没智慧。以众妙色庄严塔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色相庄严呢，你要是多供养塔庙，就这么句话，你把好东西庄严具都供养塔寺了，你就能成就放光明色清净。究放光明，身生清净，令至生性本空寂。所以音声的本性是空寂的，大概这六根呢，都可以这样解释，两方面，两方面，一个形声色相，一个是寂静无为，六根都入神，对，那个寂静的无的唯意思就是本性空寂，色相也好，声音也好，香味触法也好，一切法都入神。说六根呢都入神，放光。放光本来是光，光就表生了，放光时候使它明生清净，就是明啊，这个名字就叫声音清净。这个光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光的名字叫声音清净。声音怎么清净呢？声音的性体，它的体啊，本来是空寂的，没有声音的，那色也如是啊，本来是空寂的，没有色的，那观的声，声的声音是怎么来的？是缘起的，的物相即而产生声啊，能得。得到这个光明，就知道认得它是缘起的，不是自性的，
智性是空寂的。由放光明相清净，令诸嗅秽息相结。嗅是鼻子，鼻子没得病的话，能问哪是香的，哪是嗅的，哪是苦的，哪是甜的？鼻子能闻到吗？鼻子是闻味的，闻物变性的啊。鼻子它就能闻到，闻到香嗅。如果鼻根坏了，闻不到了；鼻根有病了，闻不到了。香水洗塔，或者香水洗菩提树，这使他嗅觉呀、能够以这个供养所得的报，使他嗅觉能非常的灵，非常的灵。但是这是六根分别说的啊，六根是互用的。楞严经不讲六根清净吗？对，观音菩萨是从闻呢，从耳根呢，大势至菩萨是从意念呢，各个菩萨所表现所一门深入的都不同啊，这个是讲不是散相的，这是讲内境六根。得靠功力，但是外边的所有的形象反映到你根得到报，那些供养佛供养三宝的一定得到环报。环报是什么？就像你供养塔用香水洗塔，能得到嗅觉清净。那供佛像供塔庙都发愿，这是一种，还看你自己愿力是什么。香水洗菩提树，到印度实际佛成道那个菩提树啊，也有撒香水的，那还有倒那个汽油的烧它的。那这两种的报那就不同了，报不同了。香水所说的他就能得到香清净，这个光啊能放清净光。所以一塔一水洗塔的得到光明，那么叫清净明清净。所以这个用香水洗塔的或者洗菩提树的得了这个光明就叫香清净。那油放光明未清净，未是舌根了啊。那以这个供养能把你那个味道中了毒了，吃的味的吃的东西吃的饮食当中中了毒了，那因为过去生，他能够以这个香味能够除掉他这个过去的虚报的毒，胃中毒，清净胃还中毒吗？有的是有的。对，咱们吃这个胃里头下毒，有苦的，有辣的，有咸的，有酸的，这里头都有毒素，这叫胃中的毒，是吧？放光的胃清净的时候，能够除去这个胃中一些毒，那这个光嘛，就叫胃清净光。恒供佛圣及父母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供养诸佛，供养一切僧，供养父母，